非常感恩呢，我们的鞋美系统特别邀请了这样的一位嘉宾，他因为他之前的背景，他之前是一名医生，所以我觉得说由他来在此时刻来站出来为我们做分享呢，什么是免疫力，什么是新冠肺炎，如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免疫呢？他是最适合的人选。那你看，当然我们的 slide， 当然我觉得说我也想借助这个机会呢，来感谢我们所有哦，在前线，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前线为我们奋斗、为我们救援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真的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鼓励啊！然后，当然今天这样的一位分享嘉宾呢，他之前是一名医生啊，那他毕业于马来西亚国马来马来马大的这个医学系。那你，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就知道哦，作为一名华人，要可以在马大毕业，而且是医学系，绝对是不简单，对不对？啊，证明他之前应该也是一个学霸。那当然，他在毕业之后呢，他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古晋的中央医院去任职。啊，在他当然他也秉持着这种医者仁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在医学界也付出了很多年，那也救助了无数无数的病患。可是因为呢，他非常非常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疫情哦，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同呢，预防绝对绝对胜于治疗，甚至不仅仅是这个新冠肺炎，不管你为你的健康着想呢，所有的疾病都是预防而胜于治疗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位钟义凤医生呢，他将为我们来分享呢，他从一位医学专业人士的角度，他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如果你觉得你很了解新冠肺炎的话，可能你可以检查一下哦，你了解的新冠肺炎跟他了解的新冠肺炎有没有不一样？那如果你觉得你很懂免疫力的话，也可能来检查我们自己哦，到底你懂的免疫力跟他懂的免疫力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觉得说，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天呢，你手边有纸啊、笔啊，可能等下你用这手机的话，尽量的啊，把你可以吸收的都吸收起来。然后，因为我相信说，因为我知道上一次他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分享呢，已经帮助很多很多人呢去获益，然后去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也更好的去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家人和朋友们呢都身处在最最安全的一个状态，好不好？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把你的回应发在你的公屏里，然后邀请出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我们的来自古晋的钟玉峰医生，有请。好哦，那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哦，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先谢谢我们的金双哦，我觉得非常棒哦，真的谢谢他。然后当然也是先谢谢所有在幕后为我们默默付出的这些所有的我们协美系统的所有的这些伙伴哦，他们真的这些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这些科技部的这些伙伴哦，我觉得谢谢他们先好不好？真的非常棒哦。那当然，我觉得今晚呢，我就先欢迎大家今我就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健康分享会吧哦。那当然，我的名字是钟义峰哦。那当然，很多的可能认识我的朋友都叫我 Dr. Joe 哦。OK 哦，那我觉得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在这里可能跟大家做一个可能短短一个45分钟的一个分享。哦，那我希望说，今天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帮助所有的线上的朋友们呢，哦，不管是新朋友也好，或者说老朋友也好呢，我觉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一起全民抗疫哦，然后我们一起呢，一起平安的去度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好不好？哦，那也先预祝大家这里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不好？哦，那当然，可能我就开始我今天的分享哦。那当然，我相信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哦，尤其是如果你看到。Facebook、脸书或者说朋友圈哦，我觉得在很多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呢，我觉得你都，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哦，我觉得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全国行动管制令的第五天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Movement Control Order，OK 哦，那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呢，他们在18号呢，他们就是在宣布了，在18号到31号呢，已经去全国实行这个全国行动管制令哦。所以当然在开始我的一个这个分享之前呢，可能来分享一些比较可能我看到一些趣事吧哈。OK，我觉得说很可爱，是因为我在 Facebook 呢，我也看到很多人呢，也突然间呢成为了厨神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突然间在很多人都只我们只能够待在家里嘛，对不对？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下呢，我们只能够待在家里，所以很多人就在脸书呢去 post 他们的。
食物哦，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让这次的行动管制令这14天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很愉快的去度过的，好不好？哦，那这个只是一个side topic 啊，哈 ，OK， 那当然我还是进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哦 ，OK， 哦，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 COVID-19 这次的，我们讲说这次的肺炎新冠肺炎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病毒哦，我们叫做 coronavirus， 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而引起的哈、哦。所以它其实它的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中国武汉呢，而在那里呢开始了，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它可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病毒，然后到在那个在1月30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国际卫生组织呢也宣布了哈一个全球的一个卫生紧急事件 ，OK， 然后当然在3月11号的时候呢，过了一个月多接近2个月时间呢，在3月11号的时候呢，其实国际卫生组织也把这一次的这个COVID-19 的这个病疫哦，这个疫情呢，把它宣布为全球大流行的一个瘟疫哦。OK， 哦，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如果你在，我相信每个人都大概可能都懂哦。它的除了从一开始呢，在中国那大师的发生了这些患者呢，病患者呢，其实然后之后呢，其实在很多其他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呢，也开始有了很多的病疫哦。哦，所以呢，国际卫生组织呢也在3月11号呢宣布了把它宣布为全球大流行的一个瘟疫。哦，那也希望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宣布呢，能够帮助大家更有意识性的呢去对抗它，然后去甚至去我们讲说去为此而做好准备哦。OK。哦，那当然我相信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哦，那大家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可能我相信你在过去，尤其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呢，可能你也发现到那个数目哦，就是病患确诊的人数呢也开始飙升，然后甚至可能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九名的就是死亡病例。OK， 哦，那可能很多很好奇哦，那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数目呢会比较偏低呢？哦，当然有很多的因素而造成哦，可能其中一个因素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有些国家它并没有去检测哦，可能他们没有去检测到底这个病患哦，所以当然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其每个国家他们的一个政策吧哦，那当然我觉得像讲回马来西亚。哦，在这一两个星期呢，我相信大家都因为在从当政府宣布这个政，我们讲说全国行动管制令的时候呢，哦，那可能大家都知道，都发现了，哎，这次的病疫呢，它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哦，那可能我们要更加的严谨来对待它哦，所以当然，我觉得说可能大家在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恐慌。OK， 哦，那可能我今天我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分享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大家更加认识这次的这个病毒，然后它的病疫，然后当然我们要很严谨的去对待它。可是我觉得说同时呢，我们也不要恐慌，好不好？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说很感恩有今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希望大家当你在更了解这次的这个病例的同时呢，你也能够更好的去保护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好不好？哦，甚至你也可以能够更加理性的去理解哦，那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待在家里哦，为什么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卫生哦，那为什么这一次的病例呢可能这么多的国家都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在防疫哦。OK， 哦，那当然这次的病例为什么它的数目飙升的这么快呢？甚至很多国家呢已经达到一个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危险的水平哦。这是因为这次的新冠这个病毒呢，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病毒哦。OK， 哦，所以它是一个新的病毒，然后当然它这次我们就很多然后国际卫生组织甚至很多的一些医疗人员呢，他们就发现到哦，这次的这个新种的病毒呢，它的传播力非常非常的强。OK， 哦，可能如果你有听过就是 SARS， OK 的。SARS 哦，那 SARS 其实也是冠状病毒的其中一种哦。可是如果相对比较下来呢，SARS 病毒呢，它的传播力其实是没有这么强的 ，OK。可是它的死亡率是比较偏高的哦。那反而这一次的这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呢，它的传播，它虽然它的死亡率可能大约是在3%左右，可是它的传播力呢却非常非常的高。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国际卫生，我们讲说卫生组织呢，他们
他们也预警了，就是所有人呢，预警的所有人呢都都容易感染。OK， 甚至这次的病毒呢，我们就发现到它除了直接传播就是可能说直接传播通过你打喷嚏啊咳嗽啊说话的这些飞沫呢然后接触者呢他可以近距离直接吸入你的你的气管然后你的肺而受感染，或者说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就是你的飞沫呢它在空气中呢它会变成一个气溶胶。所以这个气溶胶呢它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可以悬浮在它会悬浮在空气中，甚至可能它会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可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可能你没有直接接触那个就是病患，可是可能你吸入这个它所打就是它这个含有病毒的这个气溶胶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可能去受感染的我可能我讲一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去打个比方可能你就是在你之前呢有一个病患，他进了一个电梯。然后他这个电梯打了一个喷嚏，可能过了5个小时或者说几个小时之后呢然后你进去的这个电梯里面，所以其实这个病毒呢它其实还是在那里的，而可能你就吸进去了这个病毒而受感染。 OK， 这就是气溶胶传播。这是为什么可能我在后面我会跟他分享为什么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住家是通风的我们要尽量避免的去一些比较我们讲说封闭式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很多可能你看到很多很多的 cases， 就是很多的病例呢，它都是在极密的一个地方人群当中，然后它是一个在封闭的地方呢，它是更加容易的去被感染的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接触传播，就是接触传播的意思就是这个气沫呢，就是我们这气沫呢它是可以沉淀在很多物品的表面的所以你的手，我们的手去接触它之后呢就打个比方，我可能讲一个例子，讲一些例子，大家容易明白可能打个比方，你去开一个门 ，OK。所以可是在这之前呢，可能一个病患呢，他打了一个喷嚏，或者他咳嗽 ，OK。然后他的那个病毒呢，他那个气沫呢，其实是沉淀在那个门把门柄那边。而你可能你过后呢，你也去摸了那张桌子，或者说你去摸了那个门把之后呢，那你再去接触你的口腔啊，你的鼻腔啊，你的眼睛啊，它其实也会造成你而受感染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次的我们讲说这次COVID-19 的这一次的病例它的传播率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也引起了很多人呢都很容易受感染OK 所以当然我就说更。可能更我们很多时候更比较担心的是也大家也知道其实这次的COVID-19 的这次的肺炎呢，它是没有疫苗因为它是新的病毒，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没有药可医的所以它是完全是没有靠药可医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当你患感染上这个病例的时候呢，那你也只能够可能甚至我们去医院也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医院呢，我们只能够呢我们只能够呢是就是怎么讲说症状式的治疗，就是可能你发烧那医生就给你发烧药然后给你如果说你有感染细菌的病菌就是我们讲说病菌感染，可能他会给你 antibiotics， 或者说他可能你身体的缺少水分，他可能把你吊点滴他是没有药可以直接去去杀掉这个病毒的OK 那当然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苗呢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可能他们应该会在就是他们预测呢应该在18个月之后才能够推出市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疫苗他们都需要做很多的临床实验都是需要做很多的研究才能够去推出整个市场然后让很多人去应用。所以这次的，而且大家如果你去发现到其实这一次的COVID-19 的这个肺炎呢，这个病毒呢，它其实它的很多症状跟普通感冒，甚至跟我们讲说的 influenza 这些感冒呢，其实它的很多的症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为什么可能很多人呢，他可能你都很多人他可能他甚至被感染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前面的6-7天尤其在前面7天呢，他是并没有太他可能甚至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OK， 可是他其实他也因为他被感染了，所以他可能他也是其中一个带菌者所以我们讲说发烧啊、咳嗽啊我们讲说这些鼻子塞住啊、喉咙痛啊、头痛啊我们讲说泻肚子啊这些都是一个很普遍跟感冒非常相似的一个症状
OK，那当然，这当然，这次的COVID-19 的这一次的病毒呢，我们讲说它会造成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哦，就是我们讲说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如果你会呼吸困难，而这个是感冒或者说 influenza 的一个它不会造成的一个这症状哦，所以如果你发现到你有呼吸困难的话呢，然后可能你有接触过哦，你有接触过一些病患的话呢，那可能我就会建议呢，你一定要去你邻近的一些卫生局呢去检测哦 ，OK 哦，不然当然也因为这次的症状呢，它非常非常跟感冒非常非常相似，所以可能很多人呢他并没有发现到自己受感染 ，OK， 甚至他可能觉得说，哎，我可能只是刚刚好感冒哦 ，OK 哦啊 ，OK， 所以当然这次的当然如果你有看很多的消息。这次的甚至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也有就是甚至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高达我们讲说九宗的一些死亡案例。OK， 那在国外呢，我们中根据统计哦，根据很多的 statistic 呢，大约是3%-8%左右的一个死亡率哦。OK， 那当然在这些统计之下呢，这3%-8%死亡的一些病例呢，他们发现到其实有一群我们称为高风险的群体哦，打个比方像年长人士。OK， 慢性疾病患者，像打比方病态肥胖哦，如果你是肥胖的，你的 BMI 是超过我们讲超过30的，然后高血压啦、糖尿病等啦，甚至我们讲说癌症啦，或者一些免疫功能较差的人群呢，其实很多这死亡案例当中呢，这病例当中呢，大部分都是由这群人而组成的哦，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呢？可能在有些国家呢，他们就是完全他们实行了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老人家，所有的很多就是这些老人家呢是不允许出门的哈。这其实这个政策是为了保护这些高风险群体。当然我知道可能在很多地方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可能有些人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啊，所以你就可能相对来讲你要比很多人更加的注意哦 ，OK。那当然，如果你看到右手边的一个报章呢，其实我们大马的第二名死者呢，他其实是也是属于病态肥胖患者 ，OK， 所以肥胖他肯定也是一个属于他也造，因为肥胖呢，他其实也算属于一个高风险群体 ，OK， 所以那当然这次的我们在面对这次的疫情呢，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这次的疫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呢，叫做。缓疫就是延缓病疫的一个延缓的这个疫情的一个阶段英文叫做 mitigation phase。OK， 那这一次的是什么叫做缓疫病阶段呢？缓疫阶段的意思就是mitigation phase 的意思就是呢，其实这次的病毒呢，它已经在社区传播开来了的。OK， 所以这是为什么？可能这次呢，我们可能如果你去检测也好。可能他也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去国外啊？有没有去中国旅行啊？有没有去中国玩？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本地，我们讲说在马来西亚呢，它其实已经在社区传播开来了。所以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因为病毒已经在社区传播开来之后呢，那当然，这它会很，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哦，它的传播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OK， 所以当它在社区传播开来的时候，而它的传播率又这么高的同时呢，如果政府呢，它没有实行这个全国行动管制，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每个人还在聚在一起的话，还在聚在一起，然后甚至搞很多大型集会的话呢，其实它的传播率会倍增式的成长。所以这一次的全国行动管制令呢，它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要澄清它的目的并不是来让这次的病毒消失 ，OK 你要明白因为我们已经这个病毒已经在社区传播开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呢完全去消失了，而它已经传开了。那这次的全国行动令，全国行动控制令呢，它的定义，它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呢，我们可以待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隔离。OK， 所以当我们隔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病患的人数呢压制在就是我们医疗设施所可以承受，还可以有效应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你在脸书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社交媒体呢，他一直在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待在家里，然后一定要照顾好你个人的卫生如果你真的是如果
你是高风险群，或者说如果你接触过这些病患 ，OK， 哦，那你一定要 quarantine， 就是我们讲说隔离至少14天的时间哦 ，OK， 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哦，那当然面对疫情哦，我可能讲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哦，当然我觉得这里会分享一些 tips 来帮助大家呢，能够我们一起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次的病疫，好不好？OK， 哦，那当然我就说，从戴口罩好，或者勤洗手、群通风、群消毒、少外出，哦，改善、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哦 ，OK， 哦，可能我先从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待在家里的这一件事情哦，为什么我们要 stay at home？ 为什么我们要 stay at home？ OK， 然后如果你看到这张图很可爱，对不对？哦，我们的超人 Superman 哦，所以他突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不是应该做一些东西来 fight 这次的 coronavirus 吗？所以这次我们的超，连我们的超人都要待在家里哦 ，stay at home。其实当你乖乖的待在家里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已经在帮助哦，其实你就已经在帮助所有的人呢，在对抗这次的病疫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呢成为其中一个传播者。OK 哦，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到，所以你会看到呢，很多很多的医疗人员呢，他们都在他们的脸书哦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 I stay at work for you。You stay at home for us， 我们为你坚守岗位，那请你也为我们呢留在家中哦，因为不然的话呢，当如果病患人数呢它是直线上升而飙升，而超过我们马来西亚的医疗设施所能够承受的一个水平的话呢，那它将会是一个灾难哦。OK 哦，啊，那当然我们的马来西亚呢的医药协会呢，他们也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这个警告哦，就是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呢，那医疗系统呢它其实将会崩溃的哦。所以可能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一个 graph 哦，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 graph 的话，它写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次的我们讲 movement control order 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来 flatten， 就是我们要 flatten 这个 curve。OK， 哦，oh, ，sorry， 这个 curve，OK，、okay, 不好意思啊，这个字写错 ，OK，flatten 这个 curve，OK，、okay,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两个 curve， 一个是比较高的一个山丘，一个 orange 色的，就是橙色的，一个是蓝色的，比较矮的，对不对？然后那边如果你看到呢，它是有一条线，一条 red dot 的线，一线的 ，OK， 所以如果很多人呢在同一个时间呢一起生病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吗？而那条线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医疗设施可以承受的水平 ，OK？ 而如果太多人一同一个时间生病的话，中这个病毒的话呢，那其实会有很多人呢，他将不能够接受，他将没有办法接受呢这些正常 ，OK？ 正常的这个我们讲说医疗措施 ，OK？ 他不能够接受这些治疗。OK， 而如果相对来讲，如果我们全部人呢，我们一起待在家里，我们一起把个人卫生做好，我们一起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保护他人的同时呢，我们全部人都乖乖的呢，去根据整个我们讲说这整个政策所说，甚至我们的卫生部而所发出的很多一些建议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到这个curve它将会从一个橙色的这样一个高峰期呢，它将会变成一个比较长的，可是相对来讲呢，它的水平呢将会下在。可能甚至有可能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数呢，它是下，就是我们降低到这个我们马来西亚能够有效应付的水平之下的话呢，那很多人，当然很多人还是会受感染。OK，哦，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哦，就像我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缓疫阶段，就代表说，其实我看到一个 statistic 哦，就是根据统计呢，大约哦，最终呢，大约会有68%的 community， 甚至可能超过哦。的人呢都会感染到这个病毒 ，OK 哦，那它就像很多很多的一些病毒来一样的哦，我们大部分都会感染，然后当然如果你免疫力强的话，可能你是不会有症状的哦，甚至你免疫力强的话呢，那可能你是很快就可以康复的 ，OK， 那其实大部分人呢都会感染到，可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时间拉长的时候，哦，那大部分的人呢都能够安全，都能够当你被病菌感染的时候，那至少如果你去医院的话呢，那他是有办法治疗你的 ，OK， 哦，那可能我用另外一张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跟他分享哦，什么叫做医疗崩溃 ，OK， 哦，大家去看哦，那之前呢可能有20个病人，那打个比方有20个病人 ，OK， 那这个医院呢，这个医疗设施呢，它有200个医务人员。可是后来呢，当有200个病人的时候呢，可是医务人员还是一样啊，还是200啊 ，OK，
那到处接下来如果这个病例不受控制的话，如果每个人成为那个传播者的话，你可以想象吗？200个医务人员哦，是不可能还可以 handle 2000个病人的。那这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后果就会是呢，你想象一下哦，可能很多的 ICU， 可能很多的呼吸辅助器呢，都已经有人在用着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被感染的话，那很有可能呢，你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是没有 ICU 病床给你用的哦，你没有这个呼吸辅助器来帮助你去度过这一次的难关的哦。因为就这次的病例呢，这次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病毒哦，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是没有药好医的。而我们唯一在医疗设施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医疗设施可以做的东西呢，就是给你symptomatic treatment， 就是我们讲说症状的治疗 ，OK， 然后我们帮你度过，就是尽量的呢，让你的时间，给你的身体更多的时间去康复，哦，让你的免疫力呢去对抗这个病毒，然后去产生抗体，然后到最后呢，你能够自我的修复，然后康愈 ，OK， 所以这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可能在你看在脸在社交媒体，我们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根据我们整个行动管制令的这个待在家里的这个措施呢，然后我们一起呢。来 flatten the curve， 就是我们一起来把这个 curve 呢，把它压下来，好不好？哦，所以其实可能甚至你不知道哦，甚至可能你以为很多人讲说，那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可能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去跟更多人分享，然后我们一起呢，其实当你待在家里，当你不成为那个传播者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已经在帮助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呢，去对抗这一次的病毒了，好不好 ？OK， 哦，那当然。那当然我们讲说个人卫生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很多人可能在线上就看到很多人去买这个所谓的水手，我们讲说洗手液啊，这些 alcohol 这些我们讲含有酒精的这些洗手液 ,OK,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医学的一些我们讲说医疗人员的一些建议哦，其实不管是国际卫生组织也好，甚至很多很多本地的一些专家呢，他都告诉大家哦，其实你用清水和肥皂洗手呢，其实是比你用那些我们讲说含有酒精的这些洗手液呢来得好。哦，那含有酒精的洗手液是在如果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外面，或者你在外面那刚刚好你没有办法洗手，那你才用那酒精洗手液哦，不然的话，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哦，完全100%杀掉病毒的哦。OK, 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用清水肥皂洗手更好，尤其是你一定要用肥皂洗手哦。OK, 哦，然后当然用肥皂，为什么很多人就想，难道真的肥皂这么好吗？哦，其实你要明白，这次的这个 COVID-19 病毒哦，它的外层呢，其实是由我们叫做 lipid 啊，它是一个 lipid 的一个外层哦，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叫做脂类的外层哦。所以肥皂呢，它有一个成分呢，是能够去破解这个病毒的外层的哦，所以从而杀死这个病毒的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用清水哦，肥皂洗手呢，其实是更好的哦。那当然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你每次洗手呢，记得一定要我们讲说15秒到20秒左右，然后根据这个7个 step 呢来去洗手哦。那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最近我的孩子呢哈、哦，最近我在家里呢常常听到《生日快乐》这首歌哦。哦，不是因为有人生日哦，是因为哦，因为我跟我太太呢，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现在你要洗手呢，你一定要唱一首生日歌，生日快乐歌哦。为什么呢？因为生日快乐的歌呢，大约是15秒哦，所以你洗手呢，一定要15秒到20秒左右呢，才能够确保呢，把那些病毒呢冲洗掉，然后当你的手是干净的时候呢，你才。当你去可能你摸你的脸的时候呢，它其实它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病毒呢通过我们的鼻子、嘴巴或者眼睛呢进入我们的身体哦，好不好？哦，当然我刚才讲到生日快乐嘛，对不对？哦，那这里呢甚至这里呢也因为我知道除了小孩子可以唱生日快乐歌嘛，对，那大人应该唱什么歌呢？哦，那我这里也帮大家可能一些70后或者80后的朋友呢准备了几首歌来让你去一边洗手一起去唱，好不好？如果你跟我一样哦，我也是80后哦，所以你可以选这其中一首来唱，一边洗手一边唱，可以不可以？哦，当然这个是来帮大家舒缓情绪一下哈，因为可能大家听了这么多之后呢。可能大家听了这么多之后，可能会有点压力哈、哦。OK， 哦，不用担心。OK， 哦，只要你做好自己哈、哦，对，把免疫力提升，我相信我们这次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度过这一次的这次的病疫，好不好 ？OK， 哦，你选好你的歌了没有？哦，选好了之后呢，我就要去下一个 slide 了哈、哦。OK，
那当然，可能很多人就对这个戴口罩呢，因为我知道，在全马在全球呢，其实口罩已经陷入一个就是我们讲说没得买，完全是没得买。甚至我一个朋友呢，他其实他们是古晋，他们其实是古晋一个我们讲说自愿ambulance 的一个 service 的哈。你可想而知吗？因为很多人在抢口罩的时候哦，大家可以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哦。其实现在连我这个朋友他们是自愿的 ambulance 哦，他们 ambulance 里面他们的那个我们讲说救伤车里面都没有口罩，你可以想而知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你想想，如果这架救伤车他们需要他们被招用的时候，他们需要去载病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而知整个车上哦。没有人是有口罩的话，那这个危险性，这个传播力是多么严重的哦！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在很多人在恐慌，在抢口罩，甚至我知道很多人在网上，甚至是为了可能我们讲说，可能很多人在就是在恐慌而抢口罩的这个同时哦，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哦，其实你一定要明白哦，这次的病毒呢，它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它是可以直接传播的。它是可以气末，我们讲说，我们讲这些气末传播的，然后甚至它可以是接触传播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呢，哦，其实你是健康的人呢，那其实你戴口罩，甚至可能你是盲目的戴口罩的话，其实可能你会把这个你会浪费了一些口罩哦。所以为什么连国际卫生组织他们就他们就一直鼓励大家，一直提醒大家，甚至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卫生部也一直提醒大家呢，如果今天。你什么时候需要戴口罩？哦，如果你在照顾一个被怀疑拥有 COVID-19 感染的病患，或者说你有咳嗽，你有伤风，哦，或者说你是在医院 ，OK， 就是或者说你是医生，你是前线的一些医疗人员哦，那这个时候呢，你是需要戴口罩的。可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呢，其实戴口罩并没有帮你。并没有帮你预防这次的COVID-19 的病毒的感染的，它是没有办法帮你预防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OK， 哦，甚至我看到最近呢，很多警察哈、哦，我们的很多些一些真的我们一些这些警察呢，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呢，他们连口罩都没得戴了，而且他们是一直在见人，一直在帮我们维持安全，帮我们在帮我们在整个社会在维持，可是他们却没有口罩好用。所以当很多人在恐慌在抢口罩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哦，很多很多真正需要口罩的人呢，他是没有口罩好戴，而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当真正生病的人没有口罩好戴的时候呢，他将会把这个病毒传播的给更多人哦。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一定要很清楚知道，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戴口罩，好不好 ？OK。哦，那当然，我接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讲这些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前卫生部长呢，他也分享哦，他说其实这一次呢，并没有特定的药物哦，病人呢，他们其实都是靠自己的抗体来康复的哦，甚至我们在甚至在国外呢，很多的科学家呢，他们也开始发现到哦，他们因为根据统计哦，死亡率大概是3%左右 ，OK 哦，可是很就代表说有90多%的人呢是健康的康复的。是安全的康复的，那就代表说很多人呢，他们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抗体免疫力来战胜这次的病毒的。OK， 哦，甚至在泰国有73岁的一个老妇呢，也是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战胜这次的病毒哦。而且这个73岁的老妇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哦，她也是一个心脏病患者。OK， 可是因为她的免疫力强壮的时候，够强的时候呢，她也靠她的免疫系统去战胜这个病毒哦。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讲说，抵抗力非常非常重要，免疫力非常非常重要哦。然后当然，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医学一些协会的主席哦，他当他被采访的时候，他也一直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免疫力是强壮的哦，你的免疫力是健康的。OK， 哦，然后你的身体呢，才有可能呢去对抗这些病毒哦。OK， 然后他在他的分享当中呢，他也举例了一些例子，有哪一些营养素呢是可以有哪一些营养素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健康哦。打个比方 ，vitamin C、vitamin 6、vitamin E， 还有一些 antioxidant， 就是一些抗氧化呢来提升，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次的这个病毒哦。所以到底什么是免疫力 ？OK， 哦，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报道，他说病毒的传染啊，免疫力是关键。所以免疫力呢，是指身体的免疫系统对抗我们讲说侵入人体的病菌或者病毒。OK，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是健康的。OK， 哦，所以免疫力的强或者弱呢，它将会反映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免疫力呢，它来自免疫系统。
OK， 然后它有三大功能啊，防疫功能、自身稳定功能，还有免疫监视的功能。OK， 哦，所以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拥有健康的免疫力呢？哦，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健康的免疫力呢，它一定是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补充着手的。OK， 所以健康饮食啊，充足的睡眠啊，哦，规律的运动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可以出外运动嘛，对不对？那可是我还是会鼓励大家一定要在家里运动的，好不好？然后充足的睡眠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我们讲说这个 MCO。我们只能够待在家里哦。虽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你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你晚上还是要有充足的睡眠，好不好？那根据统计呢，当然根据一些 statistic 呢，他们鼓励大家，当你睡足够超过就是足够七个小时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免疫力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壮的哦。OK， 哦，当然还有一些心理，我们讲说心理因素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千万哦。不要去学那些很多人呢在 WhatsApp 啦，在脸书啦去传播那些假消息哦，因为这些都会造成你恐慌，这些都会造成你害怕，而这些其实会让你的心理上哦就产生负能量，而负能量呢是会降低你的免疫力的哦，好不好？ OK， 哦，所以健康饮食啊，保健知识啊，还有营养补充， OK， 哦，那当然我今天我会比较着重的跟大家分享哦一些健康的饮食法，然后一些保健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有哪一些营养补充品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的，好不好？ OK， 哦，那当然从先从我们的饮食着手哦。那到底我们要怎么通过饮食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呢？哦，所以因为我知道之前呢，之前很多人当很多人看到一些资讯说维他命 C 可以增加免疫力的时候。哦，我发现到就很多人呢就冲进来买了维他命 C 哦，连我的一些 pharmacy 的朋友呢，他的 pharmacy 的维他命 C 都给人买到光光了哦。OK， 可是很多人并不理解哦，其实单的维他命 C 呢，它是并不足够啊，它并不足够呢去让你的免疫功能呢正常或者健康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是需要全方位的营养的哦，就像刚才我所分享的哦，你发现到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呢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有很多，打个比方，我们讲说淋巴啦，我们讲说 B cells 啦、T cells 啦，甚至我们的 antibody 而组成的，所以这些所有的细胞呢，它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哦，它们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是需要这些，我们讲说胡萝卜素啊、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啊、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D、zinc、益生菌，甚至 omega 3来帮助我们的免疫功能正常和健康的哦。OK， 哦，我可能我打个比方吧，哦，我就像一辆车。大家可以想象吗？一辆车，那辆车你只是用最好的油 ，OK， 你用最好的油哦，可是你的黑油没有放，你想象吗？你的黑油没有放，你的 gear 油没有放，请问你这辆车会不会很快就坏掉了？所以单一的营养素是并不足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是正常或者健康哦，所以我们是需要全方位的营养的。OK， 哦，就像我说的哦，我们的免疫细胞呢，它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细胞而组成的哦，所以它们需要不一样的营养呢，才能够全方位的去做工，去为我们对抗这些所有的病毒的。OK， 哦，所以刚才你看到这些 beta carotene、vitamin C、vitamin E、哦、vitamin B、vitamin D、zinc、probiotics 还有 omega 3，所以它每一个呢，在这张图里面呢，它们每一个呢，它们都有自己的岗位。哦，就打个比方哦，可能我讲回 vitamin C 哦， vitamin C 它对于帮助我们去身体的细胞创造这个 antibody 有一定的帮助。然后 vitamin E 呢是抗氧化哦，那抗氧化的功能呢更多是什么呢？更多是它是要保护我们的细胞，然后它要帮你，当你的抗氧化很偏低的时候呢，哦，你的细胞是很容易死掉的。就像你的兵，你想一下，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兵士兵哦，他们拿了那个盾哦，那个 shield 那个盾哦。那个盾哦，如果被人一敲就破的话哦，请问你那个士兵是不是很快就死掉了？当你的士兵死得很快的时候哦，而你的身体又来不及去产生这些士兵的话呢，那怎么办？你的身体就会被病毒而侵占，理解为什么？这个就是 antioxidant 抗氧化的其中一个功能。这是为什么它需要 neutralize 这些 free radical， 它需要帮你去neutralize 这些自由基哦，它会成为一个保护层的来保护你的这些士兵。好不好？就像 vitamin B 的功能呢，是来帮助你的整个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沟通，他们需要有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就是一个沟通呢，才能够互相的合作，一起去对抗这些病毒的，好不好？ Omega 3
Omega 3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 Omega 3其实就是一个抗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OK，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发炎，不管你是生病，当你在生病的时候，你身体将会处在一个发炎的一个情况底下。而如果你身体是缺少 Omega 3， 没有一个抗炎，如果你的抗炎跟你的发炎是不 balance 的时候呢，那它将会让你的身体呢也不能够很健康的去对抗这些病毒的。OK， 哦，当然在同时我们在服用这些健康的饮食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去避免呢去摄取一些不健康的饮食这些食物哦。打个比方，高糖分，打个比方汽水啦、白砂糖啦。为什么？因为高糖分呢的饮食呢，它将会压制免疫系统的正常的运作，还有造成我们身体发炎。所以你想一下哈，你的身体已经在生病，已经在发炎了，然后当你在服用这些高糖分食物的时候呢，你身体更加发炎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当然你的身体肯定是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些维他命营养素来帮助你去对抗，对不对？哦，来帮你修复，对不对？哦，当然另外一些食物要避免的就是我们的加工食品。OK， 尤其是含有高糖分啊、高饱和脂肪啊，哦，这些都会引起炎症，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功能的。OK， 哦，那当然说到保养哦，这些误区哦，很多人就会告诉我，哎，都，那我一天吃三餐就好了嘛，对不对？哦，我一天哦，我早上吃麦吉面哈，我看到最近很多人买了麦吉面囤货，囤了很多大堆的麦吉面哦。那我一天早上我早上吃米色大啊，我中午吃咖喱的哦，我晚上吃东阳的，一天吃三餐吃就好了嘛，对不对？哦，对不起哦，其实如果今天如果你一天吃三餐麦吉面哦，其实你肯定会营养不良哈。O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一天吃三餐，我们一天有吃就够了，其实它是不对的哈。啊，回到我刚才所分享的，我们的维他命，我们身体是需要不一样的维他命的营养素呢，是来帮助我们身体去工作的。OK， 哦，啊，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说，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的饮食品种不全 ，OK， 然后甚至我们一些污染。哦，我们的环境污染啊，土壤污染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植物呢，或者种植物呢，它其实都被污染了，甚至它的养分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哦。然后再加上，如果今天我们高温烹调，哦，甚至我们煮的方式 ，OK， 如果我们没有照顾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些我们的食物的里面的营养素呢而破坏掉哦。可能我拿一个例子哦，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在日本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哦，从1950年到1994年呢，他们发现到每100毫克的这个菠菜里面所含有的这个维他命 C 呢，从150下降到13哦，其实只它的营养素呢是只剩下不到 10% 的。就代表说，今天以前你吃的蔬菜水果呢，跟你现在吃的蔬菜水果呢，它的养分哦，它的营养呢，已经是不少过10%了哦。OK，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我甚至我都是我跟很多人分享，我说哦，现在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吃得饱哦，我们吃的都很饱，可是我们身体是缺少这些维生素的，就是我们讲的 micronutrient。OK， 我们身体是有足够的 macronutrient 就是像 protein、carbo、fat。OK， 可是 micronutrient 就是所有的维他命、矿物质呢，我们身体是缺少的哦。OK， 好，那另外一个一些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哎，都，那我去 pharmacy， 我去很多现在 Facebook 在说社交媒体有很多很多人在卖这些所谓的保健品，是不是每个保健品都一样的呢？哦，很多甚至很多人呢，很多的保健品那个包装，他告诉你是天然的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哦，所以可能在这里也跟他做一些分享哦。那我是怎么去辨识一些好的，可能一些我是怎么去选择安全有效的一些保健品的，好不好？哦，那当然我本身呢，我是一个因为我的背景哦，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的一个人哦。所以当我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呢，我有两个东西我是一定要考量的。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我服用的这个保健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果的，而不是因为我不希望我服用的保健品第一是不安全的，含有药物的成分，或者说很多的保健品呢，他们的来源是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的来源是不懂，我们根本都不懂它的来源是不是安全哦。OK， 那第二有没有效，我不希望我花了一笔钱去购买那个产品呢，其实然后到最后当我服用进去的时候哦，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安慰剂啊，
他并没有真实的把我帮助我呢去提升我的免疫力哦，而并没有真实的去提供我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让我健康，而让我去提升我的免疫力。OK， 所以我通常所以为什么呢？我在意呢，安全跟有效性是最重要的。OK， 哦，所以当然我在选保健品呢，我有一个我在选择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做上美国医生做手册呢，也是我其中一个会去考虑的一个指标哦。如果这间公司的保健品它是有经过这个6S 的品质措施，它有做临床实验哦，那当然我对它是比较有信心的哦。OK， 如果它是被列入美国医生做手册的话呢，那当然因为这个美国医生做上手册呢是医生所用的一本书哦。OK， 所以当他被列入这本书里面的时候，当然我对他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信心的哦。OK， 好，那可能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我一些我给我自己甚至我孩子还有我家人所服用的一些营养补充品吧。哦，那当然还是回到我刚才所分享的，今天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呢，如果你要促进你的免疫功能呢，你是需要维他命 A、E、C、B6 和 Zinc。所以单一营养素是不足够的哦 ，OK，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要增加你的抗氧化防疫能力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我们的抗氧化呢，它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抗氧化剂呢，它才能够全方位去保护我们的。所以我都会选一些营养补充品呢，是含有这些所有成分呢，来让我呢去服用哦。OK， 所以这款 LifePen 呢也是我在服用的一款产品哦。OK， 所以它提供了我非常我一天所需要的这些所有的 micronutrient 哦，这些维他命、矿物质，还有植物营养素，甚至超过非常非常超过40种的这个抗氧化剂哦。所以当我在服用的这个时候，它能够帮助我呢去提供我的身体的细胞足够的营养，然后来确保我的身体的免疫功能是可以正常的运作的哦。OK， 哦，所以当然就像我刚才分享了，这个 LifePen 呢，哦，它其实这个我们讲说，营养补充品呢，它其实也是经过双盲的临床实验，然后当然它也被列入美国医生做上手册哦，所以为什么我是很放心的在服用它的。那另外一个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家，我知道像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甚至很多家里有孩子嘛，对不对？哦，小孩子他们当然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服用这些tablet， OK， 哦，这些药丸状哦， OK， 所以当然我就会给他们喝这个果汁哦，这个我们讲说这个 get 木碧果哦，木碧果 get fruit， chili fruit， Siberian pineapple， Chinese legume， OK， 那这几果果汁呢，它其实是被誉为哦，尤其是我们的木碧果，它被誉为天堂之果。啊，那这个水果呢，它在越南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水果哦。那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我们讲说高的那个 lipocaratin，OK，哦，所以 lipocaratin 呢本身呢，它是能够我们讲说脂类胡萝卜素哦，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讲说 nano 的一个 nano encapsulated 的 nutrient。OK， 就是我们讲说它是纳米的科技哦，它的分子是非常小的，然后它是可以被很容易呢被我们的。当我们服用的时候，当我们的小孩子服用，当我们的家人服用的时候呢，它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肠道吸收，而甚至它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所应用哦。它的 bioavailability 也是被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哦。然后当然它的维他命 C 呢，其实如果跟柳橙比起来的话呢，它的维他命 C 是超过60倍的哦，跟柳橙比起来，它的维他命 C 超过60倍哦。所以这也是我的小孩子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的水果。果汁呢来提升他们的补充他们的营养还有抵抗力还有免疫力哦，这个我们讲抗氧化 OK，当然我自己本身就像我说的 Omega 3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呢，来帮助我们确保我们的身体的防疫功能是正常的哦，所以我本身我也在服用这个 Marine Omega 3呢，来补充我身体的 Omega 3、哦、因为大家明白哦，Omega 6呢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被就是摄取的哦，尤其是 Omega 6呢，它是通过我们讲说很多油，我们煮的油，甚至我们的一些植物，我们一些肉类，很多的肉类呢都含有 Omega 6，所以其实我们现代的人呢，我们服用太多的这些肉类的同时呢，我们的身体的 Omega 6是太多的，而 Omega 6它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发炎。OK， 那可是如果我们的 Omega 3是少的，我们 Omega 3是少的话，不够的话呢，那我们身体就会一直处在发炎的症状的情况底下。所以Omega 3呢，它本身它只能够从我们讲说鱼油当中而摄取哦。那当然也因为海洋的污染，所以我觉得大家你在选用 Omega 3产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选用比较小的鱼
OK，而不是像鲨鱼那种类大型鱼哦，因为大型鱼它们的肝脏的含有的这个重金属的这成分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所以这个可能大家一定要明白，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哦，所以不是所有的鱼油都是一样的哦，因为我之前读过一个消费者协会，就是香港的消费者协会，他们做的一个研究报告哦，他们拿了市场上所有的鱼油拿去做检测。就发现到超过90多%哦，超过90多%的市场上所卖的好鱼油，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品牌呢，他们的鱼油呢都含有一些的重金属的成分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哦，因为保健品是每天服用的产品，所以当你每一天都在服用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慢慢的被我们也会摄取这些所谓的这些重金属，而造成而影响我们的健康哦。而这款的欧米伽呢，我看到那份报道呢，我非常有信心的，是因为我看到那份报告哦，香港消费者的报告呢，而这款鱼油里面含有的这个重金属的成分呢，既然是零哦，所以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OK，好，当然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如果你要平衡你的免疫力的话呢，哦，因为平衡免疫力非常非常重要哦。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中草药当中，灵芝是一个我们讲说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算是非常高级的非常好的一个中草药成分嘛。OK，所以我们要的是所以我讲说，可能如果你想要补充你要平衡人的免疫力呢，那你也可以去服用灵芝来帮助哦。因为什么呢？因为灵芝我们主要灵芝里面的主要活性成分，像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萜呢，那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的。OK，好，好了。哦，当然，这款 Resimax 呢，它其实是采用上等的侧枝，而且它是标准化成分哦。它的每一罐的这个灵芝呢，这 Resimax 呢，它们都采用标准化的成分，是3.58%的灵芝多糖，还有6%的这个三萜类哦，来促进身体的防御细胞的增生，还有活性哦，然后从而呢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好不好？OK。哦，那当然，所以我觉得说最后呢，哦，当然我也希望说，可能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哦，能够帮助大家呢，哦，能够我们一起去提升我的免疫力，然后去对抗这次的这个病毒，好不好？啊，然后我们一起呢，让自己呢，真的，如果真的，我们讲说，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哦，如果真的这么不好彩，我们真的可能感染到，那我们也可以更快的呢去康复。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康复，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对抗病毒，然后去修复，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去产生这个抗体，好不好？哦，因为就像我刚才分享的，这次的这个病毒它传播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感染到，可是如果真的感染到，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快的康复，好不好？OK，所以最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呢，我们一起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当你更了解如何去对抗这次的病疫哦，那你也能够去跟更多人去分享，然后去帮助更多人。因为这次的病疫哦，真的不是医疗人员的事而已了，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它需要的是我们全民哦，全部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呢，我们一起去对抗它，一起去战胜这次的病疫，好不好？哦，所以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当然我在这里也希望呢，天佑大马吧，我们都是我们这里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不对？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能够更快的，我们更快的去经过这次的不管是马来西亚也好，新加坡也好，我们能够一起更快的去安全平安安全的去度过这次的 COVID-19 的这一个病例，好不好？OK，那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哦，那谢谢大家，我就把这个麦交回给我们的 Kim Sun，好不好？谢谢。